这是谁的照片？好像有点眼熟。这是便签条，谁的日程安排？这是剃须刀，这是男士用的吧？你醒了？你是叶之恒？昨天刚来我公司大闹天宫，这会儿不认得我了。我昨天，这里是。这位小姐，昨天那种情况，我只好先把你带回家。你昨天的事情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我觉得头有点疼，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你昨天受了点伤，可能还没休息好。你突然闯进我的会议室，很激动地阻止我和希望之星孤儿院签约，你还记得吗？孤儿院，我想起来了。据本台报道。希望之星孤儿院无力经营，面临关闭，青山集团接手收购，或将改造开发高档酒店。今日下午将举行签约仪式。这是我小时候待过的孤儿院，青山集团。孤儿院还有那么多的孩子该怎么办？我得阻止这件事。您是哪位？这里不能进。等一等，孤儿院不能卖，希望之星孤儿院不能关闭。你是谁呀你？这位小姐，请问你是？我是在希望之星孤儿院长大的严艺彤，这座孤儿院就是我的家，还有我们许许多多在这里长大的孩子生活过的家。你们不能就这样把它关闭了。严小姐，我是青山集团的总裁叶之恒。我想你误会了，不是我们要关闭孤儿院。是希望之星已无力再经营下去，所以才拜托我们去收购，请您不要再无理取闹了。可是孤儿院的孩子们怎么办？严小姐，我们会做详细的安置方案，所以我没有义务在这里向你交代什么吧。不行，你们要把孤儿院改造成酒店，你们眼里只有生意，孤儿院不属于你们。这位小姐，你这样很不合适。我刚才说了，我没有义务在这里向你解释什么。如果报警，是你先擅闯我公司，你构成寻衅滋事，对你很不利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请您跟我出去吧。不可以，孤儿院不能关，老院长有遗嘱。你说什么？昨天让你受了伤，很抱歉。孤儿院，你们签了吗？在现场被你闹成那样，怎么可能还签得了？我后来失去意识了，我怎么会来到这里？你受了点伤，我已经让医生过来帮你看过了。本来想直接送你去医院，但是没有你的身份信息，医院需要报警。昨天你擅闯我公司闹事，情况对你很不利，所以，我只有先把你带回家了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头有点晕，我的脚。你的脚怎么了？走路的时候很疼。哎呀！受了伤就不要乱动，好好坐着。不好意思。你现在不要走动，我一会儿带你去医院。我。就是因为你乱动才会更疼。我看你脚都肿了，我去拿药帮你涂一下。
这是扭伤的药，你先抹一下，可能还需要冰敷一会儿。谢谢。还是我来吧。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把你的裤脚往上卷一些吗？嗯，不好意思。你这个伤最近都需要静养，不能剧烈运动，这样才会好得快一点。不过你也不需要心急，有什么事儿我来安排。嗯，我还要去上班呢。你这个伤还需要静养几天？你在哪里上班？我是美心娱乐的制作人。我可以帮你请假，虽然你擅闯了我公司，但是在我公司出了事也算因我而起，你的医药费误工费我都会赔偿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没有再跟你商量。饿了吧？什么？你一晚上没吃饭了，吃了早餐再睡吧。我没什么胃口。你现在受伤了，很容易没胃口，但摄入蛋白质和电解质是必须的。喜欢什么口味？爱吃什么？如果不爱吃这些，我让人去买别的。这么多，我随便吃点就好了。这些是你点的外卖吗？是我亲自做的。孤儿院，你不会再收购了吧？希望之星孤儿院已经负债到经营不下去了，即使我们不收购，他们也会寻求别人。可是现任的院长无权出售孤儿院，老院长去世时留有遗嘱，孤儿院的房屋应该不属于他们。我有耳闻，孤儿院是老院长的房产，但是听说因为没有继承人，所以视为无人继承产业。我只知道老院长留给了孤儿院的一个孩子，但遗嘱不知道在哪儿，也不知道继承人是谁。这样一来，我也要重新考虑这件事了。如果遗嘱存在，交易也是无效的。我想回去看一看，也再找一找线索，如果能找到遗嘱，就能证明了。严小姐，我想问问你，是不是早就知道遗嘱和孤儿院房产的事？我只是以前听一位老师说起过。关于遗嘱的具体情况，你真的什么都不了解吗？我不清楚，老院长去世时我在外地，甚至没有见上他最后一面，我也很遗憾。那么昨天你就这样突然跑来我公司了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一看到新闻就太着急了，我很怕你们就这样把孤儿院关闭了。你真的这么在意孤儿院？嗯，孤儿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家，小时候老院长对我很好，现在那里也还有很多孩子，我也不希望他们有困难。你难道没有想过这样贸然跑来自己会有危险吗？我没想这么多，只要能为他们做点什么，我想我也没有遗憾了。没想到。什么？没什么，你真有意思。对了，左安，你手机一直在响，快看看吧。谢谢。师姐，你在哪？打你电话一直无人接听。师姐，你下班了吗？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有回家？你在哪？我去接你。师姐，你不要吓我，看到回电吧。
师姐，你在哪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找不到你人可吓死我了。你受伤了？哪个医院？我现在赶紧过去。男朋友吗？这么关心你啊？不是，是我的学弟加同事，他一会儿来接我，你不用送我了。我说了会带你去医院的，这件事我会负责，做完检查再说吧，我们走吧。师姐，小雨，师姐你怎么样了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你的脚怎么了？我不要紧，脚有点疼，刚才都检查了，没什么大碍。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这位是？他刚刚送我来的，是我昨天去了他们公司。那你的伤？这算是意外吧。是不是有人要伤害你？没有，小雨，是我有点冲动。这位是青山集团的叶先生，昨天我受了伤，是他照顾的。那叶先生，谢谢你。不用谢。师姐，我带你回去吧。你有脚伤不便，我安排车送你回去。你就坐这儿不要动，我让人把车开过来。小雨是我的合租室友，我跟他一起回去。一起吧。到家了，师姐你坐。谢谢。谢谢。小雨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师姐，你又不要再这样了。遇到这么危险的情况，这样的事情，你也不早点告诉我。也都是我不好，没有陪在你身边，才让你一个人去。师姐，你看你的伤。我没事了，小雨。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师姐，那你答应我，以后再遇到这样危险的情况，再遇到这样危险的事情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让我陪你一起去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没事，过几天就好了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师姐，如果你受伤了，我真的会很伤心的。好了好了，我答应你了。师姐，公司那边我已经帮你向总监请过假了，你就安心休息。嗯，我一会儿再正式请个假，最近的项目还有很多事没忙完，对你来说也很关键。师姐，放心吧，我不会松懈的。你进公司这么久，我一直都在推荐你，好不容易策划了这次的演出项目。师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嗯。但是你现在就不要想了。来，这个是医生给你开的药，一天两次，一次两粒，好不好？咱们现在我为你把药吃了。嗯。乖乖吃药是有奖励的哦，来，给你一点甜的。师姐，最近公司打算给我们这批练习生做个音乐节，可能要去好几个城市演出。太好了，你最近有没有好好练歌？如果这次演出效果好，明年我的年度计划也可以把你推荐到更好的项目上了。师姐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嗯，怎么？师姐，如果说我明年可以正式出道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？
当然啦，你说什么事？到时候再说，先不告诉你。还要保密啊？那好，那到时候说。师姐，其实我还悄悄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我想要。有电话？可能是骚扰电话吧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这里是严一彤小姐的家吗？是的，请问您找她有什么事吗？我叫许一帆，是一名律师，电话联系不上，所以来上门打扰一下。嗯，听说青山集团收购希望之星孤儿院的事和严小姐有关，所以我想来沟通一下。您好，我就是严一彤，您请进吧。请进。